钱会出去的吗？没有。远景赶到超商提款机前，只见一名妇人忙着转账，但怎么转都是失败。失败。妇人好心急，只说转账汇款都是失败。这时远景耐心解释，别被诈骗。但妇人一开始还不相信，那个是诈骗骗你的。不是。好说歹说，妇人才终于说出汇款原因。那个银行管理人打电话来的啊。好，我们帮你看。是我很久以前买的牙膏。那更是骗你的。原来这名妇人日前购买牙膏，但接到银行打来，说明汇款没有成功，要求尽速转账。妇人没有怀疑，冲到超商汇款。接获通报，本辖某超商内有民众一直在操作 ATM 汇款，疑似遭到诈欺。案经热心民众通报，且同仁及时赶往男主，已顺利劝说该民众停止汇款。好在女子因为提款卡没有设定非约定转账，多次转账失败，惊动了店员，加上员警及时赶到，耐心解释，让差一点被骗走的3万元及时救回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